聚就不会沉淀，让奇迹慢慢出现在明天。人生谁不是好少年，谁会没有渴望要把愿望实现。可是人世间每一个春天，总是要经过冬天的考验。在风云变幻的时代里翱翔，每一天我和你走在同样，路总有路障，只要心灵像月光，总有一天看到奇迹。真是菩萨保佑啊，我得赶紧啊给列祖列宗上香。好好好好。哎，什么声音？好像是厨房那边的声音。是不是传音回来了？传音，儿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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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传音。家里进贼了，这贼还会不会在家里啊？啊，这样，阿兰，爸妈，你们先别着急，你们在家里待着，哪儿也别去啊，我去报案。快快，走走。天哪，贼吓死人了。来信了，你快看。我们就说嘛，传一啊，每天都会给我们来信的。他那么孝顺我们，还想着阿兰。哼，你呀还不信。哎，我真没想到传一会这么快寄信来。哎，阿晴啊，你说的对，从今天起啊，我们每顿饭早点吃早点睡，每天早晨等着邮差送信来，见不到儿子见到信也好啊。这封信是昨天收到的，这封信是今天收到的，是传一寄过来的。传一，传一没死啊？传一在信上说他没死，他现在人在沦陷区。真的？不对呀，这梁管家跟你们那么多年，这传一的尸体他难道他分不出来吗？是啊。哎，月亮，来，我这儿有一封传音以前给我写的信。哦，你看看这个笔迹是一个人写的吗？看看。笔迹一样啊。这不是一个人写的。你怎么知道？你
你们看，篮子左边的三点水是连起来的，到了这边呀就分开了，看到没有？还有啊，这个你字，这两个点这边是连起来的，到了这边就变成分开的了。还有照顾的顾字，这边的底下是两个点，到了这边就变成一个八了，所以我敢肯定这不是一个人写的。是啊，当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也以为是传音写的，可是我反反复复看了好多遍以后，我也觉得疑心。我真的很希望这两封信是传音寄过来的。哎，你们看，这两封信里面都有提到啊，要记住把那些东西转移的地点告诉我。兰姐，你们到底藏了什么东西啊？这么神秘。我们什么也没藏啊。谁那么缺德啊？真是，失去亲人已经够可怜了，还那么无聊，冒充笔记写这种信来落井下石。不好意思，我还以为就唐兰在呢。你们在商量银行大计呢吧？我是不是打扰你们了？是。那我先去找逸翔聊聊，你们聊完了就叫人来喊我一声，我们开会。你们继续啊。你说这个曲姐烦不烦？上次开会我已经跟她讲过了，以后开会不用来，今天还非打电话跟我说要来，还说要讨论什么计划。唐兰，咱不能再任他这么折腾下去了。现在除了陈义祥，那个老周和细荣都靠到他那边去了，咱们得有所准备啊。他们几个在唐兰办公室，也不知道聊着什么，神神秘秘的。程先生，不好意思，我有事儿要跟曲姐聊聊，麻烦你回避一下。看看他呢，就知道我的地位如何。不知道这永业银行是姓程呢，还是姓唐？唐兰，找我。曲姐，我就开门见山的说了，那封信是不是你找人干的？什么信？现在我是没有证据，我也不能一口咬定就是你干的。我只想告诉你，如果你想整我，那就冲着我来，不要去伤害传一的父母，他们是无辜的。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，什么信呢？不会是你给程老板写了什么情书，落在别人手里给张扬出去了吧？那可糟了。曲姐，之前传一告诉过我，他曾经跟你交往过，他跟我说你不是一个丧尽天良的人，至少还有人性。我呢，也是从日本人的魔爪里逃出来的，我亲眼所见他们是怎么残害我们中国同胞的，传一也是被他们害死的。要是有个人还要在他们亲人的伤口上撒盐，那我觉得这个人就连日本畜生都不如。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狗屁信，但我也想告诉你，谁要是还想继续当我的拦路虎，我保证让他活也活不了，死也死不成。哎呦呦呦呦，曲姐，什么活也活不了，死也死不成，跟谁结那么大仇啊？程老板，你在门口偷听啊？啊，对了，是不是你写了什么情书给唐兰，让人发现了给散布出去了？你看看唐兰都担心成什么样子了。哎呦，我无所谓啊，随便他们怎么传。曲姐，我进来是想再强调一下，上回我在开会的时候我说唐兰的话就是我的话，现在呢我再加一条，谁要是伤害了唐兰，就等于伤害了我陈逸飞。程老板，我要是年轻几岁，肯定也会爱上你。
哎呦，别！您知道女人最喜欢什么样的男人吗？有担当的爷们儿，还能为情牺牲。开开玩笑，别介意。我这人呢，就是喜欢开开玩笑。曲姐，哎，我发现你开玩笑的样子很可爱。哎，好像在哪儿见过呢？是吗？我想想啊，在哪儿啊？哎呀，我想起来了，爸。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啊，咱们去给爷爷送葬，就在那个灵台上啊，上面有一个猪头。哎，对对对，他这个猪头啊，就不笑不哭的样子啊，哎，我觉得真的是一模一样啊，就好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呢，对不对？月亮，啊，你这孩子怎么搞的？怎么看见什么说什么？真的很像吗？这是两坨肉。好了，别说了，别说之间的。怎么了？这棵槐树啊，长得好快啊，就这几天又长高了许多。你种的？传音种的。他说，等他长大了以后，我们家四口就可以在槐树底下乘凉了。走吧，进去看看你公公婆婆。成，哎，唐老板，今天有我们家的信吗？有，这个就是。好，给，谢谢。哎，老成，哎，麻烦你个事儿，这封信，麻烦你不要告诉我公公婆婆，就算他们问起来，你也说没有，好吗？行，你不让说，我就不说。嗯，谢谢啊。哎。就开在这儿，就在这儿。嗯，日本呢？日本在这儿，在这儿。嗯，那，哎，陈大哥，月亮。嗯，我今天又收到一封信。上面写什么？没什么特别的，还是普通的问候信。不过这回啊，留了一个回信的地址，是在沦陷区的松江县，还说如果要转移什么东西，就一定要告诉他转移的地址在哪儿。对了。昨天半夜，我还发现有个人在我们家槐树底下挖东西。槐树？你说传音种的那棵槐树？是啊，
不过那人我没看清楚。你跟传音是不是有藏什么东西啊？你们没有啊？哦，以前我跟传音藏过几十万在我们厨房的灶台底下，可是那钱这封信是日本人写的。你怎么知道？日语老师告诉我的。你什么时候学过日语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就学过很短，那就是因为上次啊，高玲玲在酒吧遇到了日本人骚扰，别啰嗦了，别啰嗦了。助他，我说你怎么知道这封信是日本人写的？哦，那个日语老师跟我说啊，中国人说到爱情两个字啊，只运用在男女之间的感情，但是呢，日本人不是，日本人形容亲情也会用到爱情两个字。那你看这句话啊。要等我们一家四口的爱情不会因为战乱而分开。我们就当他这次是写错了，但是上两封信啊都有提到过，我们一家的爱情是不可分开的。对对对，我记得当时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也觉得特别奇怪，后来我想可能就是一个形容词，我就没那么在意。嗯，赵总说这封信是一个懂中文的日本人写的。中国人当中最聪明的一个，我当然知道，因为只有你这种丧尽天良的日本畜生才能干出这种事儿。我已经没有什么耐心了，那些黄金到底藏在哪里？走，别过来，你们别过来，知道我是谁吗？日本帝国派遣中国海军特别陆战队的千叶打野中尉，我是奉命来到租界寻找一批皇军遗留下来的黄金。你们敢动我一下，那就是故意破坏租界政府跟大日本帝国的友好关系。白谦嘛，他那么嚣张怎么不开枪呢？你们看，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是金翅勋章，战场上立过大功的英雄才配得到它。你们要是敢动我一下，大日本帝国是不会放过他的。怎么样，不敢了吧？你们不是有种吗？哎，有种就打我呀。你们这些贱人，我要杀了你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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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因为得了这个勋章你就是英雄了，在我看来猪狗不如。你也会付出代价的。我都查清楚了，那天唐兰离开之后呢，连做梦都想得到那批黄金，于是你就偷偷地跑到租界里面来，结果被你们的人给抓了回去，是不是？啊？
这次呢，是你们大佐想要这笔黄金，他认为你知道那批黄金在哪里，所以他就逼问你。可是你又说不出来，他就严刑拷打你，把你打成这个样子，最后还说你是精神病，把你赶回了日本，革除了你的军职。你胡说，那不是真的，我是前沿大业中尉，我是来执行任务的。 我是一名军人，军人，他妈奶奶个屁！你现在什么也不是，是日本人要抓的逃兵、巡捕房要抓的疯子，我们中国人要抓的畜生。放开我！我要杀了你！放开我！我要杀了你们！这一巴掌，我是替文先生打的。这一巴掌，我是替我丈夫打的。 这帮畜生，凭什么让我们跟你们鞠躬？凭什么不是你们给我们鞠躬？你们害多少人家破人亡、妻离子散？我丈夫就是被你们杀的，这辈子我再也见不着他了。这些畜生！我要杀了你！畜生！好好。 杨总，等等，我告诉你了，你做梦多想得到那批黄金，是假的，是唐兰编造出来的，你就是把整个租界给挖空了，都没有。拜拜，我不会放过你，来走。 我不会放过你的，放开我！走。哎，我写不下去了。之前让我写个大方向还行，现在又让我写的那么详细。 太难了，月亮，你昨晚就没睡了，要不回家睡一觉，休息一下吧。我睡不着啊。那要不咱们去酒吧听听音乐，让脑子放松一下。不行啊，就剩两个晚上的时间了。玲玲，你看他这样怎么写呀？哎，我跟你说，他这儿啊很神奇的。 说不定休息一会儿就什么好点子，集思妙想都出来了。别说写报告，写本书都不成问题，是不是啊，月亮？月亮，要么我们就浪费时间陪你去玩，要么我们现在就打起精神一起努力，别失去这次好机会啊！也别让你爸失望，你自己选吧。选啊！选啊！ 想的人享受不到花样年华，就让时光白白蒸发。
像自行车一样的梦想，不需要复杂，一步一步向前踏。是吗？欣欣啊，你和太阳微风，你们明天去接吧。好。好。我明天可能有事儿，要晚点回来。后天，后天谁也别出去，我们一家人啊，跟细雨吃个饭啊。好。我们没问题啊，就是不知道二哥行不行啊？他最近好像挺忙的，都好几天没回来吃饭了。没事，爸不是让月亮写报告吗？他这两天一直忙着在图书馆找资料呢。他昨晚终于写完了。他找那个高玲玲和桂花香庆祝去了。哦，一飞，你说你干嘛把自己的儿子逼得那么紧？听说连续熬了三个晚上了，这月亮能挺得住？这年轻人就是要磨练啊，才有进步啊。说的是啊。哦，对了，这阵子啊，我也不知道该高兴还是该担心。以前吧，总是担心月亮没有女孩子喜欢，谁知道，要么不来。现在一来呀，两个。昨天晚上我看见啊，高玲玲和桂花香一起送月亮回来，月亮抱抱这个，再抱抱那个，真不知道她到底喜欢哪个。总不能两个都站着吧？没准儿。哎，星星，啊，你和他们三个在银行里面整天在一起，你觉得月亮更喜欢哪个？对啊对啊，我也想知道。这事我也不知道，这是他隐私。你怎么不知道啊？我回来了。哎，他回来了。回来了。你们什么事儿这么开心啊？有喜事儿是不是？你可真行啊！月亮，听说你最近春风得意啊，在银行里面的两个女孩，你左拥右抱，你就不怕其他男职员对你有意见吗？爸爸，你想什么呢？我跟他们是好朋友，非常好的朋友。没事，让他发声。话都说了。哦，你们刚才就是笑这个呀？哎呀，你们别这样好不好？你们笑完了之后，我就真的没有朋友了。我可不是跟你们开玩笑的。好好好，不笑不笑不笑。啊，既然不笑，我就要用骂的了啊。爸，你看完了怎么样？是不是比上次好了很多？是吗？没关系，你骂我吧，我都知道你每次骂完我就会夸我了。老实跟你说啊，上次写的那份报告书啊，我看了很多遍，起码四遍以上，每看一次啊，我都很高兴。可是这一次这份报告书，看一遍我就看不下去了。越看越生气，你知道你犯了一个做生意什么大忌吗？什么大忌？什么大忌？你问我呀？你有脑袋，你为什么不自己想呢？我给你三天的时间，好好想啊。又是三天，不然呢？三年啊。那爸，我现在就回去想。哦，等等，明天细雨就从香港回来了。明天爸有事儿，啊，后天咱们一家陪细雨吃饭，你别再去风流了哦。你看你，你别这么说了。哎呀，你看二哥。哎，好的好的，来。日本军部电话，明天要带走那个疯子，押回日本。押回去也得枪毙，得了，让他当个饱死鬼吧。走。哎呦，鬼子上吊了！哎，快快快快，这把子打不死，把子死，非得当我们当不来死。哎，快点！
喂，陈大哥，有好消息，武老板终于同意跟咱们签约了。哦，哈哈哈，那恭喜你了。吃过饭了没有？我请你吃个饭，犒赏你一下。好啊，那咱们就去五福楼吧。哎，这样吧，半个小时以后咱们在那见面，谁先到谁先点菜，好吧？嗯，好。还有什么事啊？郑老板，误事施米斯，签约大约跑了。什么？跑了？怎么跑的？打死我们好几个人，还抢了两把枪。不过您放心，我已经把那一带重重包围住了，挨家挨户的搜，他腿伤的那么重，肯定跑不掉。我先去看看，有消息电话你。喂，处长，等一下，逃难现在可能有危险，麻烦你派些人到那个五福楼去保护他一下。先到了，你为什么不上去呢？今天不吃饭了，来上车。到底怎么了？千叶逃走了，走。千叶逃走了？这里别担心，走吧。他脚受伤了，现在很多巡捕在追捕他，应该跑不了的。有事吗？我
昨儿跟你说，当你回去想想，你那份报告书犯了做生意的什么大忌，不用想了。爸现在就告诉你。哦，是吗？嗯，但是我想自己先想一想，琢磨琢磨。哎，不要再琢磨了。爸现在就告诉你，你听好啊，你那个计划书里面。 大部分都是在估计你做生意，做下去会遇到什么问题。还有啊，要去避开一些什么问题。你这就错了，不可以这样。嗯，为什么呀？嗯，避开问题不对吗？当然不对。做生意，你不能先想到困难。 选择好一个正确的方向，就走下去。等以后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，你再一个一个去克服它。记住了吗？别避开困难，让它发生。啊，困难。 困难是你最好的老师，明白了吗？嗯，有一些明白，有一些不明白。记住了，这是爸几十年做生意的经验，你一定要记住，听到了吗？嗯，我记住了，爸。好。 存在心中的光。